这是在有意隐藏什么？那是一个会迷惑心智的魔鬼，可以寄生在别人灵魂里加以控制。看来那个什么监禁之山有可能藏着什么秘密，又得跑一趟了。你身后女娲协助。既然你主动挑事，老子今天就收了你。他们的情绪和意志好像被什么给吸走了。